从此开始呢，我便先挖了你的眼睛吧。人的眼珠可是为炼气的好药材。等一下，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在地底活动？因为我一出生便活在无穷无尽的黑暗里。既然命中注定属于黑暗，我便以黑暗为家。 这么喜欢在地底活动，难不成你生来便是只阴沟大耗子吗？死流金！没错，你这耗子洞九曲十八弯的，就算有了地图，谁有心思去钻？索性把它一路炸穿！我的孩子，你们把我孩子怎么了？啊！那是我孩子的心呐！要人是你的孩子，机关人偶也是你的孩子。 你个专生杂种的大耗子！你这个地方上不着天，下不着地的，上哪儿去找那么多炸药？好在你的孩子够多，又大方的很，不吝牺牲。哼，那我这儿还剩下一块，还给你吧。等等，来，你说说，我徒弟头上的针能不能取？ 周子舒，你杀了我的孩子，拿他们的心做火药，我也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弟子。死也拿他相陪。臭小子，你可想好了？据我所知，人在肢体健全和四肢残疾的情况下，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。可要我帮你体验一番？<笑>我生来便是残缺。 你吓唬不了我，我也没想过放过你。叶前辈，插着这玩意儿做什么？哎，千万不可！啊啊！有什么不可的？怕什么？死不了，死了赔你一个。 师父，你们又来救我了。这个"又"字十分点睛啊！阿旭，你收徒弟之前怎么不盘个流年，算个八字？你这徒弟是什么倒霉悲催的命？步步有难，处处该灾。哼！师父，他们要挖我眼睛。龙阁主一生仁义，你却如此歹毒。仁义，假仁假义的老东西！ 坐视自己的亲生儿子生不如死，这些屁话，自己见了你爹再说吧。